过来了，这摆也带什么宝宝来应战呢？好啦，今日其中一位三强阿坤已经来到神秘兰州。阿坤，你今日吼带了一个神仙水，来宾是啥物来的？蜜糖啊！蜜糖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个想讲有啥物厉害？看今仔日的这表现，若是无出状况来讲，应该是有信心。双脚跪。今仔在甲人讨论你的决心哦，会真欢喜。啊，今仔甲人讨论真欢喜。我的心，规个吼你破去了。阿坤准备冲到位置流目屎，下期啊收看这礼拜欢喜来看哦。